西湖醋上菜饭，红辣椒炒肉。羊蝎子，羊蝎子就是羊的脊椎。这个羊蝎子它是有骨髓的。熬得好烂，这是香辣型的，基本上没有膻味，味道特别浓。它这个店的特色就是羊排，但是呢要人多，我们两个人就不太好点。而且呢这个店是没有米饭的，刚才这个服务员是把他们员工里的饭给我打了一碗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这个可能还烫哦，烫吗？肯定啊，还在冒烟。这个都是主食。哎，马哥，点菜上齐了，怎么样？这个五汁鸡好筋道，啊，这个辣椒有蛮辣，好嫩，这个羊肉串肉特别嫩，也比较入味，肥瘦相间，对，肥瘦相间。这条美食街上有很多吃的，我们吃的这一家可以用四个字形容：香辣过瘾。